不好意思，我里面给你借个位置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文字炉，然后我们的猪肉建议熟度是在7到8分熟，牛肉的话是在3到5分。如果这个熟度不够，可以再自行在这个小烤炉上面加热。好，我们再多吃。那你先帮我示范熟度 OK 吗？好。先蒸你，先蒸你，你就在这洗捞起来。松板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
路。最大模式Thank you.